如果你的止觀禅都是運用緣起法作為那個理論的根據支持的話，你所得出來的一定是出世間的波野智慧。修辞里面咧，佢往往咧睇唔到里面嘅任何所谓嘅次第，次第即系话嗰个嘅循步渐进嘅嗰个 step， 即系嗰啲阶位次第。咁其实喺成个步骤里面咧，无论系唔系禅宗，或者系天台宗又好，净土宗又好，花严宗又好，乃至三轮宗都好，其实所有嘅禅修咧都有一定嘅次第，即系有佢嘅步骤。而止觀禅定咧，就係一個最清楚嘅步驟。而其實無論乜嘢宗派、乜嘢嘅禅修嘅方式都好，唔能夠離開呢四個步驟。但往往係因為你究竟係乜嘢根器嘅眾生、乜嘢性格嘅眾生，而你嘅師傅、你嘅上司就會為你去挑選一個適合嘅法門。所以喺當中可能有某啲人，因為佢散亂心好強嘅，佢止嘅部分可能係即係比較偏重一啲。而佢觀嘅部分，因為佢好快就已經掌握得到啦，可能咧就比一般人咧嗰個修行嘅嗰個時間會短一啲。咁其實都唔具體，我試下咁樣話俾你聽。有人就以為止觀禅定呢四個階段步驟次第，其實係要完成曬一個，然後先上第二個，即係話完成曬所有嘅止嘅收集，然後先去觀。觀圓滿啦，然後先去到禪，禪圓滿就自然得定。其實呢一個嘅理解係錯嘅。止觀禪定佢雖然係四個唔同嘅步驟，互相係有一啲所謂嘅依存嘅關係，即係話其實你能夠修好觀係一定依賴 depends on 你能唔能夠修好前面嘅止。好啦，假設我哋講緊而家係你修緊一點一嘅止，當你圓滿之後，你就能夠去到一點一嘅觀，咁如此類推啊，咁啊一點一嘅禪，一點一嘅定。好啦，你得到一點一嘅定，因為你智慧漸發咗，我哋話界定位啊嘛，係咪？界定位三學識得講，唔識都要喺邊入個頭，係嘛？你都知道呢度全部都係佛弟子嚟，咁唔識好似好遠啊。係界定位三學，咁其實你定有某個程度嘅掌握之後咧，就會漸發出嗰個波野智慧。當你個波野智慧生起嘅時候，佢可以幫你手確立一點二嘅止，如此類推。咁你一圓滿曬嘅時候就上二。好啦，咁其實咩嚟嘅咧？即係只不過我而家淨係講緊佢哋互相依賴緊嘅有個關係。好咗止之後就去觀，觀咗止之後禪，禪好咗得到嘅產物叫定。因為定產生嘅智慧之後，頭先法律法師咪講嘅，點解話一般人靜坐同埋禪修有分別？禪修係能夠讓你漸發嗰個嘅智慧。當你波野生起之後，佢可以幫忙你再去確立嗰個所謂嘅智嘅收集。而呢四個階段你知道，亦都明白到佢互相嘅關係之後咧，我就要睇下究竟止觀禪定係咩嚟？止其實就係一種停息嘅意思。在阿含時代咧，其實漢傳都非常重視呢件事嘅，有所謂嘅五停心觀，即係五種停息妄念嘅方式。頭先法號法師已經講咗四個噶啦，就係所謂嘅不淨觀，唔係觀死啊嘛，不淨觀。然後啦，數呼吸嘅，我哋叫做數息觀。然後啦，你哋應該好熟嘅，頭先有提過噶啦，有念佛觀，有慈悲觀，最後一種啦，就叫做因緣觀。咁因緣觀觀乜嘢咧？就係觀緊諸法嘅緣起。舉個例子，我哋想今日三大傳承講座可以辦得成功嘅，咁有啲乜嘢因緣你幫佢臨十個，即係話租到場地啦。但你知中間係因為薄鳳力中學壞啦，冷氣要整啦，係咪？係啊，咁我哋要知道係有場地啦。唔係自己爭啲，我要熱到喊咁滯。係啦，咁啊有場地啦，有我哋有觀眾啦，咁然後係今日冇打風，我哋要臨十個條件。最起碼的，其實一定不止的，而每個條件又幫他想十個，如此類推，我們找核數精算師計過的了。想十陣之後，總共是八十幾萬個條件，要禪修的時候沒得寫低，每個都要記住。好了，想完之後，想到最尾，可能其中一個的所謂因緣呢，是跟你那件事沒有關係，原來最尾那一陣的其中一個條件呢，就是梁振英連任。咁你
話誒炒下點解我想辦呢個三大傳承講座同梁振英有關係嘅咧？咁而話每一個嘅所謂裏邊嘅嗰啲嘅內容物咧，嗰啲因緣咧，其實冇一個係你掌握之中。唔好講話梁振英年年有啦，淨係話有冇場地都好，我哋都要受制於個冷氣壞定係唔壞。好啦，當你觀察完所有嘅因緣，到最尾。無論是每一個因緣你不能夠完全掌握都好，又或者最尾的其中一個因緣其實根本跟件事是沒有直接關係，裡面充滿了很多的無常和無我，因為你在整個的觀察裡面，你將你自己的妄心慢慢平息，即是你沒有那麼多所謂的、完全不符合實際的期望，即是太不切實際，你亦都慢慢會覺得個人係客觀啲啦，亦都冇咁主觀，唔係所有嘢都係喺你控制範圍之內。咁呢一個就叫做因緣觀。咁如果我哋話通過呢五種嘅方式，能夠將你心如意馬嘅嗰個妄心慢慢可以初步停息落嚟，你嘅眼光可以比較客觀一啲去理解嘅世界，去 observe。咁當然，譬如話你其實咧，止觀係可以並用嘅。你話我觀呼吸。放在個鼻尖嗰度，留意佢入同埋出。喺《阿含經》裏面有一個所謂阿耨多羅嘅修行，阿耨多羅其實就係入息同埋出息。當你修嘅時候，佢淨係提三個字啫，成段經文佢不停去 emphasize， 都係叫你如實知。佢冇叫你控制個呼吸，冇叫你去停個呼吸或者去調整個呼吸，佢淨係話佢係點樣嘅，你如實知道。好啦，當你成個觀察裏面，你會發覺。原來我自己的呼吸都不是由我控制的，有粗的、有淺的、有嘈的、有不嘈的，自己的呼吸控制不到，一旦呼吸停了，我都一定要面對死亡。可能你會諗到上去不靜觀，可能你會諗到去慈悲觀，這個人放下一點，做什麼執著？人命其實很短的，我們對其他眾生應該好一點。可能你有這種的觀察之後，你就拿了這些資訊將它放入去第三個步驟思維修善嗰度，咁所以頭先定波先生都有提過嘅。其實如果用呢種進度嘅話咧，好多時候我哋得到一種嘅所謂嘅修練嘅成果啦，就係、是、你喺思維修嘅步驟善嘅步驟，將你平息咗妄心，去觀察世間所得出嚟嘅嗰啲 data 嗰啲資料，去到思維修第三個善嘅階段咧，將佢分析整理。所以其實禪不是乜都不想啊，很多人就話我靜靜地坐喺度，哎呀，點解我好多嘢諗？你不是很多嘢諗，你係平時冇留意到自己咁多嘢諗。去到第三個步驟的時候，你純粹是將不是諗其他嘢，諗啲靜定嘢，就將你得出的嗰啲資訊去慢慢去整理，整理得出一個嘅結論，就應該是緣起法。如果世間一切都是依緣起法而去運作的話，請問你又可以強求啲乜嘢？請問你是不是話我想得到一啲好的結果，應該是我自己去用功，無論是福德因緣的嗰個累積又好，或者你自己去堅持戒律都好，你就可以慢慢令到你心目中想自利利他的呢件事能夠圓滿。好啦，當下你得到呢一種咁樣嘅思維修嘅結論之後，我原來一切無論我自己自身嘅呼吸，乃至到外來世間嘅一切所謂嘅成住壞空生住變滅，都唔係個別眾生可以控制，而係依照住所有嘅因緣去配合嘅話，得啦，當下你應該得到一種放下嘅心態，冇得強求。好啦，呢、這個就係定嘅嗰個 result， 佢係一個嘅結果嚟。所以止觀禅定呢四個層次或者步驟，其實係互相喺度有一啲嘅關聯性。前面做得好，後面就能夠展開。好啦，這個就是止觀禅定的關係。同時間你套翻入去三項，其實是一模一樣嘢嚟嘅。當你戒修持好之後，戒修好其實佢係咪將你會犯過或者做惡業嘅嗰啲心將佢綁住？你有啲咩戒㗎啦？哇！五戒咯，最簡單啦，係咪啊？殺盜淫妄酒，好啦，不殺生。舉個例子，你一定知道嘅。好，不殺生。陣間聽我講咗之後，你哋去邊度食飯啊？梗係要答呢一個啦，係咪？我哋去食齋。OK， 好啦，你呢一個不殺生嘅戒，佢就驅使你個心念裏邊唔會成日起一啲傷害眾生或者貪。誒，殘嘴係咩嘢？
餵食，係好似國語人咁樣，你唔會貪食，唔會餵食，咁所以將你呢個會起貪愛嘅心，慢慢就將佢整理好，或者叫降服咗。然後你睇個世界嘅時候，你就會睇得比較客觀啲。好啦，當你呢個步驟完成咗嘅時候，其實呢個界係咪有止同埋有觀？我得出咗結論之後咧，你就慢慢將佢 analyse 就係善。故此，因為你有善嘅話，佢就能夠產生定。所以喺界裏面，佢就已經有止觀善。故此，界點樣同定有關係？叫三無漏學。其實佢呢個界係包含咗止觀善，然後得到中間嘅定。因為你得定之後，你就發慧，即係產生個波野智慧出嚟。咁又調翻轉啦，你波野智慧生起咗之後，我就再問你咯喎。喂，陣間咪食齋啫。咁如果我哋話，我哋需要多啲資源去幫下其他眾生，你幫唔幫手啊？不如啊，捐啲錢去嗰啲愛護動物組織好唔好啊？初初你未有智慧嘅時候，你覺得喂我食齋已經好難噶啦，而家仲要捐錢添，你就未必有呢一種諗法，你會去擴張其他眾生。所以你個波野智慧起嘅時候，你就會將心比己，我係人類眾生，但其他眾生都係六道裏面，我哋一失人生，我哋都會墮落三途。故此，你嗰種波野智慧生起嘅時候，佢係能夠加強你嘅止同埋觀。咁呢個就係我哋套落去三學裏面都係適用嘅。而止觀禅定四個階段互相依存，而且佢係有佛陀時代嘅嗰個根據，就係用翻三學係可以對應咗成個修持。故此，到最尾得個結論就係禅唔係淨係坐喺度。症狀是不能夠幫你產生智慧，症狀是不能夠只是這樣坐在這裡而幫你解脫生死。故此止觀禅定對於眾生的一個最大的得著幫忙，就是最起碼的幫你避免一切行惡業的機會，故此你能夠遠離那個所謂三途的苦果。然後因為他幫你看到世間看得準，你就會把握一切的因緣讓你去行善，故此你離三途苦果之後，你就會得人天善果。當你波野智慧生起，是因為你用世間的方式見到一切嘢都是無常無我，故此你厭離這個虛幻的世間，到最尾你就會生起埋出世間的念頭，所以你想求那個涅槃的落果。喂，明唔明先？明白嗎？所以其實成件事就是症狀都不曬你的，而禅修才可以將你每一步是將最粗淺的那個惡果三途惡果避免，進一步得人天善果，而你進一步你會徹底啲，我希望解脫生死輪迴。咁呢個就係頭先寧波車問個問題，究竟佛教的禅修同埋外道的禅修的最大分別喺邊度？就是其實能不能夠幫你產生波野智慧？咁點解能夠產生波野智慧？是因為你止觀同埋禅嘅嗰個成個聚集咯，佢嘅運作係幫你得出一個結論，就係、是、世間一切嘢係唔能夠離開緣起法去運作。所以外道嘅一個最大嘅缺點或者佢嘅不足，就係佢哋禅修係冇緣起法嘅嗰個支持。但我哋好好，我哋作為後人嘅佛陀已經幫你發現咗啦。如果你嘅止觀禅都是運用緣起法作為那個理論的根據支持的話，你所得出來的一定是出世間的波野智慧。我會不會深一點點？很清楚啊，很正啊，有沒有錄音啊？你記不記得啊？ OK 啊，不過我又想問一個問題，既然這麼好，那第一步我要修禅修要怎麼做先啊？怎麼做？是啊，等一下，第一步我們怎麼做？第一步好笑喎，第一步就係問你，因為緣起法啊嘛，我哋講第一步修禅唔係叫你坐好啊，就係、是、問具緣第一，小智觀有講嘅，即係你有啲咩因緣？第一，你有冇一個有瓦遮頭嘅地方？係，即係你揾好多地方坐先得㗎。呢度都有啊，係呢度有，係你適合咪修咯。有陣啊坐坐下都好定下。成個十個已經修緊啦。係啊，十個八個都禅修緊。係啊，所以第一個地方，你有冇一個適當嘅地方俾你禅修？以前比丘僧就係樹下禅定，但係樹下都好，你都要揾棵安全㗎，係咪？又或者即係其實佢都掹掹地嘅，吹涼下佢會冧嘅，咁你就自己諗下。具緣第一，好啦，坐嘅地方有冇？第二啦，你究竟身體上邊係唔係適合坐嘅禅修或者行嘅禅修？好，再嚟啦，你食飽未？
又會唔會過飽？會唔會過飢？嗱，呢啲都係所謂嘅願嚟嘅。好啦，如果你話我都再仲要問你嘅喎，咁你使唔使翻工？係咯，咁如果話好似我哋咁，我要翻工，佢唔使翻工。暫時我而家暑假嘛，好當我哋唔使翻工，我哋就要諗啦。死啦，我哋冇翻工，即係冇生活噶咯喎。係咪齋坐喺度，然後真係樹上就跌啲果實落嚟，我哋夠充飢？天降甘露喎。係咯，天降甘露，咁我就要諗啦。喂，其實有冇人維護我哋呢種修持？如果唔維護我哋呢種修持，我哋咪應該出去托缽咧？咁托缽嘅時間同我哋修行嘅時間，我咪應該有一個好嘅 time management 咧？哇！呢件事實在太複雜，都未完全去到坐嗰部分，你就要將呢啲嘢唔該你諗一次，同我哋建下安居一樣，唔係話你想安居就安居，都要諗下你喺邊度啦，有冇人扶持啦，你啲 friend 即係你同修係咪真係合得嚟，係適合坐嘅咧？原來你又中意坐，你同修中意企嘅，咁其實即係講嚟講去講唔埋啦。咁諸如此類，你具足咗呢啲所謂嘅條件之後，你先可以話進入去所謂嘅禪修。咁啊，呢個係其實小止觀有寫嘅，就叫具願。第一，即係第一件事，你要修止觀嘅，唔該你具備呢啲條件。中間嘅橋梁就係你能唔能夠生起欣養心，你對佢有冇興趣？如果你唔能夠對佢生起欣養心，你對佢冇興趣嘅話，你知識明咗就係明咗，佢係一門知識，同你完全冇關係。